Hello, 我是阿冠，今天要介绍《少女末世录》。《少女末世录》是由新环游戏有限公司打造的末日生存 SLG 手机游戏，又一款下放你们眼球的手机游戏啦。三年前，当局大乱，丧尸袭击了混乱时期，世界的和平转眼间就消炎欲散。过去所认知的平凡世界，如今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幸福。若不反抗，就只剩下被虐杀的可能。而游戏的玩法比较像《世纪帝国》或是模拟类型游戏，玩家需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来保卫家园，指挥官需保明清新的思绪，判断如何结盟共战，以更坚强的军事堡垒或更强大的武器装备挺身而出，为世界奋力一搏。而游戏预计在7月11号 Google Play 就会上市了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哦。好啦，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开始了。我们现在试试看这款游戏，要移到哪里嘞？这里。它是一款直立屏幕的手机游戏。那其实刚开始在看它的那个预告是非常吸引人，但是没想到游戏是这样子，有一点点傻眼。灾难之后，我们现在做净水处理站啊，有点可惜，竟然是这种 SLG 的感觉，有一点失望。各位观众会不会看到跟我一样，就是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？就是一种建造类型的游戏。那现在再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教学，我们先试试看吧。反正应该都是照他的方式先做。想到直立屏幕就有点可惜。那不知道我们僵尸会在哪里出现？好，我们就赶快试做吧。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是旗帜，跟人家讲我们在这里啊，僵尸快来。然后闲置的人可以派去制作东西。我的饮料不小心湿透了。神奇，哦，すげえ，好厉害啊！确定。またたく、ゆいだたたく。有的水跟食物。这个好大一个，这干嘛？我们要一直建造东西，其实有点像以前什么《世纪帝国》之类的类型。运输，水也要运输。我们现在把一些最基本的几样东西用好。我要玩的是要有战力啊。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新的人吗？幸存小队长。这闪亮亮的不知道什么东东。哎呀，一直逼着我做这些东西。好，这是木头。好了，我们第一关成功了吧？应该做一些简单的灾难之后的建设完成了，全部领取。那目的也不知道，就是这场战争赢了会怎么样？这什么？黑夜降临，制造一个风力发电。好了，僵尸哎，僵尸哎！もっと早く、スピードが上がりました。完成しましたわ。
缺电的状态下，能量会非常慢。我们要一直把这些东西用完呢，他不知道要交多久。もっと早く。OK， 成功了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去第二个。第二个要干嘛？加强训练营的地方，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好啦。他没有指定的。近一点好不好？近一点，这样我们时间才过得快。时间就是金钱呐，我们要赶快完成这个任务。训练十个流亡者，训练。哦，我们有好多人可以训练哦。训练。哎，我想要别的，别的看起来也很可爱，勾追勾追的。啊，他只要流亡者十个就好了。成功了啦，要一个哨。哎，为什么他下面治疗中心？哎，治疗中心在旁边好了。哎，治疗中心不要，治疗中心离家近一点好了吧？旗帜旁边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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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治疗中心。もっと早く。もっと早く。我们完成しましたね。哎呀，我要一个这个啦，哨塔啦。哨塔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门口啊？进哨。太难了。那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像是，比如像大富翁类型的吗？就像我们之前在玩什么制造什么游乐园等等的那类东西，比较感觉像这样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思潮来了，新鲜的小姐姐。在丧尸来之前，我们要巩固我们的城市。你需要做什么事情？建制一个治疗中心，我建制了。人类也加上去，建造一个核发电厂。发电厂快来啊！我跟这个条路就建的不对，有没有？来了吗？快快快快快！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已经在敲门了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赶快！十秒，十秒，十秒。基地也要升级。升级升级。然后我们还要一个餐厅。什么？好急啊！升级先啊！升级。获得更多人，人数够了，这个升级够了吗？升级。哎呀，很慢啊！啊，只剩六秒，其实还好嘛。玩了这么久，我真的很想看他的战斗状态。OK 了。分歧。好的，快。好了。哎，为什么这个一直卡住啊？加速 speed， 然后我们加完速，然后可以干嘛？
我们浪费一大堆时间，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加速的动作，调度中心。我看看这边好了，看李佳静不行。可以啊。我现在完成了这个任务，然后要干嘛？我去杀一个僵尸吧。拖动我的小队，然后也可以加一个英雄。攻击，然后出征，会怎么样？好像很酷，好像很酷。画面有点暗。哦，那是因为是晚上。好，出征。哇，要出征好远哦。钞票、食物、攻坚车，不用看这个，现在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的世界啊！还有别的人呢，有别人呢，这都是别人呢。七在冒，七在冒笑，但是我觉得玩的乐趣不够，不够好玩呢。老实说，哦，击杀了僵尸吗？拥有两个攻坚车，再做一个小攻坚车啊，加速，不要加速，没有，才几秒而已，还要加速，货币中心。建造派遣，那我是没有英雄角色啊，他在旁边啦，可以了，他完成了。该建筑物已达到达上限，所以我应该满了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剩下一个餐厅三级而已，可以啊，就是要稍微的等待，有点可惜。这个在哪里啊？我们的车还不回来。快些！
打起来，打起来了。哦。今日はとても気持ちの良い日ですね。所以外面会有宝箱可以拿的意思哦，这概念还蛮酷的。噔噔噔噔。哇，好多人哦。这里怎么有僵尸？升级了！升级之后，我们东西就会更多了。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啦，如果有更多的微商事游戏或是更多的新手机游戏资讯，我也会再通知大家，也记得订阅我，或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